大秀银发能量，鼓励长辈可以多动多健康，并且宣导性平的观念。台中太平区公所举办引领风潮性平舞蹈比赛，一共有9对社区关怀据点的阿公阿嬷登台来秀舞力，找回自信心，也展现了乐龄学习的无限魅力。这轻快节奏，挥手摇摆，暖身带动跳，现场超过300位阿公阿嬷以舞会友，热血沸腾。鼓励长辈多动多健康，并宣导性别平等的观念。太平区公所举办引领风潮性平舞蹈比赛，邀社区关怀据点的长辈一共9对参赛，展现乐龄舞动魅力，一圆青春不老的舞台梦。鼓励我们这些社区长辈，大家走出户外，大家来共同舞蹈的切磋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要推广我们性平平等的这个概念。让大家消除性别的歧视，大家女男互相平衡，来互相尊重。各队都卯足全力，不止武艺精湛，在表演中也巧妙融入性平的观念，像是拿出道具展现性别无碍，相亲相爱。男尊女卑过去是性别平等最现代的标语，要打破框架，勇于表达自我，大家都玩得好开心。我们就在参加，让大家欢乐，因为是第一届，这是第一届的那个比赛啊，所以带着一个期待嘛，就性别平等做了，大家做合作的啊，所以今朝这成就，很高兴来参加这个活动，让我们芙蓉里得到这个第一名的啊，还有这个大家都很用心，这些长姐都很用心，很高兴我参加志工也很高兴，吃很开心。最后由芙蓉社区抱回第一名大奖，透过举办活动让长辈活络筋骨，找回自信，活到老学到老，要当个乐龄的银发族。芙蓉芙蓉。